去到呢個咩情況咧？咁我哋當然係會做長啲啦。咁啊，多謝咁多位，即係五千幾個聽眾啦。頭先就升到5600多個，如果計埋Facebook 5800多添。啊，咁啊，仲有啲 MP3 咧，我哋都有幾百個 MP3 嘅，咁啊6000多人聽緊我哋嘅 live， 咁啊都未能夠評到當年人網啊最高，我記得一次嚟做 live 成7000多人嘅。我攞。喂，今日我哋最多人 live 係有7000人未啊？6400多。6400多，即係加埋 Facebook 同埋 MP3 就。咁嗰日點解佢警隊嘅同事喺透過有法治係執法？有啲翻我屌你就先，咁我唔係已經去到好多唔同嘅話俾我聽，角色就只不過係咁樣嘅啫。屌你老母咧，全係做得好。當你講嘅原因明好冇？外國商。其实我哋系咪真的要再？但系我都执到咁捻企，好讲乜捻嘢绑咗你？一仗功成身冇钱，咁有啲讲得黑，连 I 喺其实企喺黑警嗰边来啊，咁又系咁，佢又正咁叻嘅，咁佢就会话嚟咧就系嚟出嚟做乜捻嘢？系啊，嘅意见，我委员心态系点系点啱咯？将你两粒信纸，哇！屌你老母，喺谂起都过捻人啊！高院搓汤圆，挑你咯！嗰啲咁嘅冚家铲，一阵先逐样讲。咁当然啦，我见示威者嘅时候，熟嗰啲咁至于，点解会可以继续拱啲差人去死啊？其实应该咁讲。屌你仲喺度扮紧晒嘢去探差人。我用咩名义拉你噶？佢拉我非法集结，拉你非法集结。但我行过一个人，点样非法集结咧？即係基本上係一個屌都喺度屌你臭閪咯，真地係啦係啦，呢個中最奇人上狂尾一樣啊！跟住現場自己搞掂，如果你搏啊都正，係搏到我角，因為定係啊朱海迪啊，真係警察警咧。多元開放的社會是一個民主的社會，這些事情這些矛盾這些衝突是全部不需要有的，因為有票嘛。上個星期五我不開他名字，大家估吧，講間餐廳而已，因為人家做生意那麼難，OK？ 說老師跟我做完節目就說我去吃，譬如我吃沒有對話是含的啊，這樣我中拉人，政府可能以前连续两有，我哋冇喺贵喺六嘅，你哋斗屌你咯，漫步啦，朱海迪，呢个特区政府都有枪，俾人喷中，买拉人啦，唔紧要，你哋成日觉得佢啊，我第一。謝謝你嘅話咧，少少我睇下阿爺點樣餵佢，係真個死咁樣點解咧？你自己話咁多事份，你而家英國套護照急爆撚樣 ，to meet this guy 啊，2年，拉屎越講更加，好似我唔捨得留。